当前的人际关系学值得我们学习啊。当然偶尔呢会出现一些小状况，那接下来邀请的就是属于状况里面一个您的人生比较小的一个小污点呢，是不是神秘嘉宾？今天的神秘嘉宾啊，不能进吗？直播先关掉。那大家就等这一段，各位朋友，我们这个一段小小的误会，成为一段这个插曲，也这个成为许多媒体关注的焦点。我们非常感谢这位年轻朋友啊，愿意来跟大家见个面，掌声欢迎神秘嘉宾熊仔。啊，这个就厉害了，你看，我们赶快，哇，大和解何必等15年呢？对不对？等2个月就有了。就是你，就是你。还怪人家不胖一点啊？不是，因为他是他的熊子。对对对，我啊啊，懂懂，来，对不起啊，我不好意思，我太粗心了。没有没有，芳姐生日快乐 ！Yes, so sweet， 好，好帅哈、哦！好，这个当时的误会呢，我再解说一下。芳姐早就听过这些的歌，但是未必看过人或是 MV。所以他想到熊就应该觉得是个胖子，对啊，壮壮的，没想到是个瘦瘦的。当时当下其实蛮突然的，对不对？没有，其实我当下没有听到。哦，当下没听到。我当然没有听到、哦，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在后台喝很多酒，因为就别提喝酒这件事情，有点奇怪。新人奖没有拿到。哦，因为当时有点不准啦。对，然后就在后面。是不小心喝了一点，对，没听到。其实当下没有听到，后来是听网络讲，对，就是觉得蛮好笑的。真的吗？是觉得好笑吗？就是因为我真的没听到，我以为是大家在开玩笑的。哦，对啊，这确实方姐是在开玩笑，他也不是故意说嫌你胖。不是不是，我不是，其实我是喜欢胖的。如果胖跟瘦，我一定选胖。但是我是觉得，因为他这么年轻，然后就可以跟这么多优秀的歌音乐人一起入围，所以我觉得他应该要站起来给大家认识。对，芳姐当时用一次点名了，每一个稍微点一下，用比较轻松的方式。但后来你也很棒哎，你的回应就是送了一首歌。对啊，就是有才华，就是这样。歌追音乐人就是对。那个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心态啊？因为其实我那阵子就是一直在吃拉面，然后很喜欢吃拉面，然后哪家？哪家？英流。所以我前阵子有英流、大和家，还有 Nagi。Nagi， 我儿子喜欢 Nagi。真的、啊，哎呦，赶快叫熊仔买下来。以后让熊仔当董事长，对不对？然后呢，跟拉面有什么关系？然后那时候就其实真的比之前胖蛮多的，所以我常在私底下就跟朋友说，哎，最近想要写一首就变胖了，然后刚刚好。就顺水而舟啊！啊，没想到一错阳差的芳姐就真的说她胖，那干脆就自嘲一下，对不对？啊、哦，谢谢你的大气，我们看到年轻人不得了啊、哦！还有今天也愿意来，只是什么状况？您愿意今天来跟芳姐见个面？没有，我觉得芳姐很亲切的、啊，今天会邀请我。真的吗？对、啊、你发自内心的吗？对、啊、真的不简单。不过她音乐真的很不错，真的很棒，谢谢。好，各位朋友，我们芳姐呢要送上她今天发行的 DVD 的第一张。来，芳玲来帮我。好，我们送上第一张，而且送给你蓝光版的哦。谢谢谢谢，蓝光版比较贵一点。漂不漂亮？对啊，我觉得这个设计很帅。很棒。很帅哈、哦，会不会胖？你觉得他会不会胖？你可以不胖啊 ，OK。好，各位朋友，我们送上今天的芳姐第一张啊，送出的这个签名款的 BD 芳华盛宴给熊仔。我们接下来的新朋友来，冤家宜解不宜解了，帮你拿麦哈、哦。谢谢两位笑开心一点哦，谢谢熊仔，超级大气的哦，拍谁拍谁的哦。那没想到也成为这个话题的焦点，占了不少版面。好，请看一下左边，谢谢熊仔。好，中间来，中间麻烦，谢谢。好，右边来，两位麻烦，谢谢。好，谢谢。哎，谢谢。哎，握个手。太棒。好，感动。好，兄仔，请留步哈。哎，好。那么其实也过了1-2个月了，这个事情早就已经结束了。可是你也赚到了，那隔天那个版面呢、啊，比很多得奖的还要大。对啊，我为了你被骂了好几天呢。对，我老公都不敢骂我。哦，不，你不要报警。
意思，我们对你不好意思。对对，我不应该这样子。一场误会。我常用直觉在判断事情，有的时候是错的。对，好，不过芳姐呢，这个人生此刻已经圆满了，我们唯一的一个人际关系上的小污点，今天也在这里画下句点。接下来就是要砸蛋糕的时间了。我们要砸熊仔啊，不是，接下来送蛋糕。哎呀，太圆满的50岁了啊！奏乐。哇，太感动了。谢谢。好，今天我们准备一个非常符合芳姐气质的蛋糕啊，邀请我们的新朋友，也是才子，哎，未来可以合作啊。对啊。要几个李宗盛邀歌啊 ？rap， 你有唱过 rap 吗？没有。没有啊。我儿子可以。你儿子？我儿子交给你。芳姐现在就开口闭口都是小朋友，你看看。好，哎，老师麻烦先稍微等一下，既然我们有歌手在。您可以愿意，就是说我们帮忙，因为您是歌手，代表一下，好不好？虽然我不太会唱歌，不过就是尽力。好。哇，来，可以靠近一点吗？是还不想靠太近一点。所以请到请老师奏乐吗？哦，就他们这个 key 可以吗？可以可以。好，谢谢老师。我真的不会唱歌，大家对不起。对，平常都是饶舌嘛，对。